王哥，你不说让我再打电话，我试试吗？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吗？我身上是咋的呀？啊？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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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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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别他妈打着了，没有家的你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操你妈！你个傻逼！咱们直接成功，我买把短枪，打门机没问题的，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你买钱买就行。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高还能冒蓝火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都给我挨着黄火，哒哒哒哒哒哒。累，我告诉你，北方大吉，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